上面的朋友只要抓金的一点啊，上方操作抓主持的，1400多米场。如果你们手中带着小金子的朋友，是抛锚照不全的。还拿这个是水上操作，船在抖动。如果你们有抓艺术，没有水上操作经验的朋友，是拍怕这个全景照出的。啊，如果万一拍好照片的朋友，那就抓紧啊，前面来。 如果你们愿意拍好照片的朋友，就抓紧啊，前面来拍。我们的照片呢，是要7天的大照片，一张照片20块，下船以后几分钟就能取到这个照片了啊。啊，如果下船的朋友就抓紧这边来准备好啊。啊，如果船在的朋友，都是导游从您去啊，导游发这个信息就可以了啊。来来来，要拍的前面来拍啊，下船几分钟就能取到这个照片了。路上大伙，千年主播，拍照很讲究的。 拍出来，谢谢啊，没有手都手举高，打印啊。好，下车的朋友就抓紧啊。拍一下，拍一下。要拍出来嘛？要拍的嘛，就是出来。啊，把这里拍下来，准备好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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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准备好
啊，抓紧时间了哈，你要穿走了就不走回头路的。把这个卡一号啊，啊，多多少多卡一啊，挂一点，好了，清水一点啊。啊，大部分。好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，还没需要拍保险箱呢，还没需要拍的朋友。来来来，后面的朋友拍一下，还有没有要拍的啊？需要拍的抓紧啊！